放到这时候咱们的车就靠边停了。干啥呢？干啥呢你？现场没有广告。来，成兄弟。有网友在社交平台上晒出一段偶遇刘奕君在乡下拍戏的视频，视频中刘奕君看见镜头过来，立马用手指着镜头，满脸严肃地提醒一旁的工作人员十分谨慎，而工作人员看到有人在拍摄也将人一把推开。你认同这样的做法吗？刘奕君作为内地实力派男演员，刻画了不少经典角色，不论是《伪装者》里的王天峰，还是《父母爱情》里的欧阳毅，都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。你最喜欢他的哪个角色呢？你干嘛叫我欧阳啊？不对啊。当然不对了，欧阳是谁啊？欧阳他妈的我也不认识啊。我不叫欧阳，我他妈的叫老